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！马来西亚大哥肉质饱满，超 Q 弹 ，size 好惊人，几乎四颗就把锅塞满满，一颗有一个手掌大，重量200克，比一般蛤蜊大了10倍，价格不便宜，一颗就要120元，一般蛤蜊一斤才120，吃一颗比一个便当还要贵。我遇过客人特地来外带一颗，一颗，对。为什么啊？那就稀有啊，他路过看到他觉得很特别，他就特别想要外带一颗，野外带一口就要120块。一样霸气的还有这个赖尿虾，长度有30公分，和一个成年人的手臂差不多，下锅锅煮暖胃，还可以清蒸吃原味，逼出虾肉鲜甜。雪场蟹能客制化，雪场蟹专挑蟹脚吃也 OK， 雪场蟹脚放入龙虾锅，虾蟹双拼让汤头更鲜美。帝王蟹脚的话可以拿来做火锅，或是火烤，或是清蒸蒜蓉，大概都很适合。客制化吃巧，霸气吃比大，入冬风吃锅，食材千变万化。三立新闻吴清俊、蔡孟娟台报道。